14.8的输出 MVP， 怎么还没到2000分？因为有些人他想让我冲1900，好吧，毕竟有两波不一样的观众，搞得我左右为难，我就一直卡在1950分，就看哪边支持的人多一点了，我就往哪边走了，好吧？怎么还是1955啊，宝？不知道，挺难的，所以你输一把赢一把，是的吧？梦琪，我梦琪打野。牛啊，梦琪打野，牛，等我，让我梦琪再来乱刷一把。怎么呢？有吕布吗？啊，问题不大，让我挠死他们。梦琪被砍了一刀啊！梦琪被那个砍了一刀，那个一技能，他原来 A 3下差不多一技能就好了，现在 A 6下了吧，估计。还是很强，没完，刚刚版没完。等下12点钟不打巅峰赛了，我们就去打那个主播号了，把那个新英雄改的英雄都体验一下。前面打的慢了呀，限制了梦琪滚雪球能力，是吧？官方是这么描述的。哟，应该买鞋子，买了个魔抗了，哎，还学错了个技能，我真的醉了。那这样没人帮我看视野，我不敢过去。这白给诸葛亮，不是他们两个压一个，怎么感觉？他们两个压一个被压回城了。大哥，哦，2v2，臭臭嘴乖，哎呦，五级是猛啊！哇，你真的就这么下来了？快吃中路吃线了，那应该打不起来。他升级了。要不先别打了吧。谁要硬着头皮玩？稳住，兄弟们！你冷却了吗，宝贝儿？
哎，我是怎么一天到晚都是在给别人打工啊，我真急死了要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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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应该有宠的吧。可以。别别别别别，不着急，兄弟们，求个稳。梦琪还是牛啊，感觉强度没降低多少啊，依旧能玩。他复活呢？没复活，没复活呀。把暗战符给做出来。要吼大了吧？没有吼。太大了。那现在下路塔就应该压掉了。也可以接受。那他拿走了，我们继续进他的野区。中路所有人都在。哎，不是。他大还在啊。那他应该带下路的。他们这波要打不打的。下路塔快没了。可以打。这一波连控完美啊。他都被控到没机会丢大出来。技能还是不停的丢，我们要保证自己的状态，对吧？下面那个质量，质量越高咱们越肉。就怕你没质量。为什么喜欢拿梦琪打野，刷得快，也不怕别人，也不怕别人进野区什么的。嘿嘿，爱不爱？这就是梦琪。这马可帮我减了一下这个吕布的速，他半天就跟不上来了。其实吕布要很后面才比较好打梦琪，梦琪可以风筝吕布嘛，因为你砍到一刀二技能减速，我加速还是很好跟吕布拉扯的。但是打那个叫什么，打马可是真的就有点不好打了，马可太猛了。这对面诸葛亮打野嘛，是呀。好，他们这一波应该完了，还没飞上去，又飞上去了，炸死了！打起来！看着逛在眼上就乱杀，交闪，是吧？都已经开始玩平推了，往他们脸上疯狂冲！哎哎，哦，死了死了！哎，我应该接一下他的，我的我的我的。
我应该扛一下他的，是不是惯性多了？嗯，嘿嘿嘿，哎，马可在，哎，可以啊，还有个大招砸完三下，马可没死。先去拿蓝，我们还是要捡 CD 的，是吧？爱影战斧加这个蓝 buff，CD 就满了，一技能就顶得快。梦奇不是很怕法师多的阵容，因为梦奇他天生魔抗高，他恨不得质量满的时候，对面没有出那个法穿就有点打不动梦奇，真的是太肉了。你像那种持续输出的，根本拿梦奇没办法。因为你 A 两下你就顶个盾 ，A 两下你就顶个盾。这刮痧。哎呦！哎呦！这，哇！我非要去杀那个诸葛亮，把自己玩死了呀！嗯。问题不大。都在送。200斤的入场，他顶得住。错了没？这就是跟蒙奇。对刚正面的后果，这些法师，哇！我这刷野怪真的锤弟弟一样，这伤害起来了，随便瞎按脑。我回来了，我走！哎呀，他两刀白刺，我是真的痛啊，大哥！哎，我以为我两巴掌能把这个吕布给拍死，我也是想太多了，兄弟们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哎，这一个，这下面，下面，那个，那谁来着？大招了，他还吼了呀，他不吼。那算了吧，这吕布真伤，2000的爆，爆了两刀，人没了，真棒。又换了个塔，还行吗？不要慌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兄弟们。他们打不过我们的，他们那个阵容已经决定把他们要当弟弟锤了。嗯、哇，牛啊！牛啊！他这能把吕布给宰了，直接飞啊！加速飞！我飞！我惩戒！哎，怎么撑到隔壁了呀？我飞，我飞，飞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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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飞飞飞飞飞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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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回来。我哎，不是这那，我挡。啊啊啊！别白字，我飞。嗯，嗯，好好好好，还好没砍出暴击，砍出暴击有点炸，兄弟们，问题不大呀，这一波。是不是要把鞋子卖了换复活了？这不是搁这闹你一巴掌，哎呀哎，一巴掌破，哎挠挠挠挠挠，跟我打，我，哎，小盾。搁这闹，嗯，啊，轻松拿捏，回到开播的成绩，白打，开播1970，下播1970。你想听1970张大仙的故事吗？嗯哼，嗯哼，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，兄弟们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